大人他怎么样了？血已经止住了，目前暂时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怕情况会越来越危险。陆姑娘，您先在这里照看大人，我去药房为大人抓服药。 还帮我挡刀子，躺在这的人应该是我。保护宠物是我的职责，天经地义。你醒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明明知道柳阳郡主的眼神不对劲，却来不及提醒你，还让你受伤，都是我不好。不关你的事。 姑娘，这大半夜的，你一个姑娘家在这儿干什么？长恩叫我在这儿看着他。不过，这入夜天凉的，异兽风寒，我去拿点柴火。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大人情况已经好转了，我等会儿就回去。如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担心的不是你，是我们家大人。 不过，如姑娘，你也早些回去休息吧，我去拿柴火。莫言，你怎么了？ 难道是蛊毒发作了？莫言，你醒醒啊！你不要睡着啊！我，小兰，小兰，你不要走！我去，什么情况？青莫言，你不觉得我们俩靠太近了吗？一步都不准走！放手啊！你再不放手，我抓你了！ 手，一会儿玄玉进来看见怎么办啊？天地万物听我命令，五色石封印解除。